生缘，一夜扁舟连波烟，秋水墨色染，如见美人眼波涟。故人久未见，分饰煮酒杯未满，风长卷，轻将红袖挽。此生何用声声叹，道不尽流年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碑落残月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华尘烟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碑落残月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华尘烟。豪杰中皆化尘烟。现在感受一下热情似火，你说对不对，无双鬼？我感觉到他的召唤了，别让他等太久了。务必想尽办法平定祸乱，还都城太平。那就命你和白逸飞在城中加强守卫，实行宵禁。臣领命。皇上谕旨召公子觐见，只是却未吩咐具体时间，只能辛苦公子在此候命了。好，我就在这儿等候吧。箱子被人动过，我想我大概知道韩兄的用意了。我明白他的意思了。我有一个条件，子房，你过来帮我做事。良才疏学浅，何德何能让四公子挂怀？良禽择木而栖。看来老九只想做一笔无本生意，恕我不能奉陪，请回吧。左司马安勾陈百越往事，血衣侯夜入都城述职，姬无业前以鬼兵劫饷，引两位王叔身亡，现因新政祸事软禁公子韩非。四公子博才广知，岂不闻唇亡齿寒之典故？子房，你记住，这笔人情是你个人欠我的。对你这样的酒鬼而言，酒是用来看的。姬无业知道我爱酒如命，特
特意给我送来美酒，你说是不是很贴心啊？别把命贴上就好。这个地方对任何人都是禁区，不过对魏庄兄来说显然不是难题。这里曾经是一座冷宫，有过一些往事，不知道魏庄兄是否有所耳闻。我到这里不是来闲聊的。好几日不见，你肯定不放心我。不放心你的人是那些被揭开秘密的人。大王是生我气了吗？从进门就愁眉不展。还不是那个老九老是给我添乱。之前鬼兵案闹得都城人心惶惶，姬大将军张相国都束手无策，九公子智破奇案，还给大王坠毁军饷，众口称道。九公子也是给王室添彩呀。臭小子是有点小聪明，但是做事太不知分寸，把小案子捅成马蜂窝，现在朝廷上下乱成一团。当年百越所谓的叛乱是你父王一手培植起来的，继而又打着评判的名义联合楚国，把血衣侯的部队派进百越，却屠杀了百越国王还有整个王族，然后凭借显赫军功登上王座。而多年后要揭开这个秘密的居然是他的儿子。已经很烦恼了，我还哪壶不开提哪壶，真是罪过。不怪美人，自家儿子不成器，害得我心烦。大王别忧心，如今姬大将军声势威严，又忠心耿耿，不也等于大王的一个心腹吗？公子们毕竟还年轻，自然是欠些火候。你一个女人家还是见识浅，重臣终归是重臣，权力之下忠诚永远都是脆弱的。大王说的是啊，如果他们能够懂得大王的这份苦心，那臣妾就有福了。此话怎讲？大王若是宽心，那不就可以多来看看臣妾，臣妾也可以多侍奉大王呢。大王，来，喝一口莲心汤羹，消消心头火气。嗯，不错。这莲心啊，原本是有点苦味，但臣妾用小火慢炖了四个时辰，却也熬出了甘甜，庆脾醒神。莲心，美人，你好像话里有话呀。我一个小女人，就知道侍奉王家，老是说错话，又要被大王耻笑。这碗汤倒是给寡人提了个醒。李开当年就是抗命而被按上叛徒的罪名，但是现在都城内的祸乱应该与他无关。如果他有这个能力，就不会被关入毒蝎门的地牢了。
难道还有其他人？前些日子，都城郊外发生了一场越狱。越狱？但是根据七绝堂的情报，那个地方从来就没有监狱。从一个不存在的监狱里发生了一场越狱，哼，听起来很有意思。想必被关在这样监狱里的犯人一定更有意思。你没发现吗？自从火与玛瑙案以来，突然多出了很多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的人。我都不知道你还有给凶杀案起这么有内涵名字的习惯。请继续。本来应该死去的李开，本来应该消失的断发三郎，本来应该淡忘的百越之地。所以你认为这次越狱也和百越有关？我只是说需要调查，想象力对真相没有帮助。唉，想象力对于一个没酒喝的酒鬼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。哥哥。红莲。咦，你刚才跟谁在说话？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。酒。居然让你待在这么一个破地方。哥哥，你到底做了什么惹父王这么生气？哎，外面把守如此森严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前面遇到一个人。公主，将军有令，外人不得入内。好大胆子，整个王宫都是我的家，你们竟敢说我是外人。公主殿下，非常时期，即便是王家……你给我闭嘴，赶快闪开！公主殿下硬闯的话，我们就要失礼了。哥哥刚刚是不是就是在和他说话？快把酒给我，我就告诉你。哇，那个人可帅了，听小梁子说过，哥哥有个武功非常高强的朋友，就是他吧。哎呀，把酒给我，我已经忍了好多天了。哼，不告诉我，我就不给你喝。嘿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抢呀、啊、给不给我？快来关注天行九歌官方微信，解锁本命全新海报吧。谁的秀发如烟，晕染了那一年，你的微笑间情话风和美，斗篷拂过窗沿，恰逢是一少年，你檀香间醒我的笔尖，等
下断言无眠，提笔难落书卷，只剩你远去，唯有风光年。红叶拾起被谁偷去，香山残雪化风人守白绝。你身后风吹一夜，光烛间似成告别，梦未解，昨日已层层凋谢。想惊醒我的鼻尖。水固然浑，却比想象的深。皇宫重地，谁敢犯禁？真相是从泥沼中打捞出来的。百越人，若为我一己之力，却置真相于罔顾。九弟这么聪明的人，难道看不透这一层？